这还有镰刀龙，好几个，我去，1160级镰刀龙，这个可以啊，咱们逮个他吧。对，抽他抽他。哎，我回来了，打死你们，3000多攻击力还可以啊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。方舟啊，现在玩的叫进化篇，咱们呢找一个等级高一点的雷龙啊，发现一个500多级的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不能再挑了啊。那边呢啊，咱们给他拿下啊，先把这些恐龙都给清了吧，顺便收集点这个腐肉啊。这个吸血蝙蝠呢，它打拆肉啊，它是可以出来腐肉的。OK， 需要大量的腐肉，把这些小型食肉的全干死啊。要不然他们会捣乱。我的妈！雷龙别给打了啊！我这个吸血蝙蝠伤害有点高，容易把他干死。这两个沙拉蜜还有没旁边？没有，我把他俩给解决了，我就该训他了。你躲开点呗，我怕打着的。这怎么办？还有吗？没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540级是不是？540级还可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嘟嘟鸟没有了吧？能威胁我的 ？OK， 咱们下来啊，打吧。子弹不知道够不够啊？我枪冒烟了，我去的，应该是够啊。我上去吧，我上去打去吧。训雷龙啊，那个麻醉子弹要是够的话，也就差不多了啊。我老是给他爆头，你知道吧？有时候他那个反弹或者范围爆炸，哎，范围爆炸他就会那个什么啊，他就会我们俩都被眩晕，我自己崩自己好几次了，跑那儿去了，这是要跑啊？他是卡住了吗？旁边没有什么危险的吧？对，你往那儿走点，在水里边有点麻烦，潜水区吗？这是，我怕有食人鱼啥的，挺麻烦的，我去崩吧那也。哎呀，完了！我多打一下，好像这样啊。咱们这个，你这个秒训瓶子再给我一个，然后那我就下去呗。我把枪收起来啊，用了大概6个弹夹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怕有食人鱼，那食人鱼那玩意儿有点讨厌。哎，这儿正好啊，我站在他的肚皮上，真不错。给吃个这个。我好像是没有果子，你别打我啊。OK， 然后我找个雷龙过来吧。雷他身上应该有吧。这个果子给我。行，你回去吧。好，给他果子啊。这个呗。行，然后对着摁他0号键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把那个蝙蝠招来啊。别的就不用做了，540级可以了。我把蝙蝠招来啊。来来来。蝙蝠啊，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沾水都会把我扔地下。这点不太好啊，不过蝙蝠这个比较那个什么啊，灵活啊。鱼鸟打死吧，早晚是个事儿，偷蔫打人他。540级的话，他驯服了能给多少级啊？这也是鱼鸟是吧？我去这么远，你飞不过我，跑啥呀你？慢慢来啊。走 OK， 我看一眼啊，他驯服了是能有多少级？驯服加200多级，那就700-800级啊。那可以啊，这是伤齿鸟，尾齿鸟，它不会伤人，我管它呢，我就给弄死，杜绝一切的危险是吧 ？OK， 可以啊，那我干啥呀？我也不能搁这干等它呀。我看看啊，这边能收集点果子，要不你回去吧。这玩意儿是不是也能骑呀？400级，训个玩啊，这玩意儿。OK， 训个玩吧。它是不是吃肉的啊？吃鱼肉啊！哎呀，吃鱼肉，我子弹都用光了啊！那咱们去抓点鱼去吧，反正待着也待着是吧？来吧，走吧，你帮我去抓点鱼去。飞！打他干嘛呀？打他没用啊！闪电五连鞭 ，K 点肉没呀，大哥啊！光跟这耍帅了，哎，我的妈，行不行？行了，到地方了。哪儿去了那个什么什么鸟啊？搁这儿呢。鱼肉给我，41个够不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需要多少个？鱼肉42个。你耍我呢？差一片就行吧。然后那个
我还需要东西，我需要那个，我看看啊，那个瓶子，我还需要一个。蝙蝠过来，你再给我个瓶子，这个是吧？它可以加30%的驯服速度，对着它摁零号键，你看是不是啊？这个就快了。这个尾鳍鸟有什么用啊？它还用喂它肉，不是再给它找肉了吗？不用了吧？84%了，你回去吧。咱们那个雷龙啊，已经给它用过了是吧？哇、哦，还可以啊，76.几啊，我看一下啊。你哦，他还得那个什么呀？他还得是那个，得做个鞍呢。先给他弄个定位器吧。你多少级？570多级，可以呀、啊。那你先回去啊，我现在也给你做不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看一下，他现在是82，还可以。我现在不能回去啊。小伙伴说他可以，他载着你飞到水里边，在水上面玩，是吗？那也行啊，那也行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我带谁玩一玩？来个雪橇。好，哎，你别给吃，你吐了怎么又吃回去了？小伙伴们是这么说的啊，这个雪橇是能干嘛呢？说这个，把它传送回来的时候，它会吐那个叫雪橇石团的那个东西，可以当那个肥料用啊。主要是不是找它有点费劲？这个啊 ，fly 这个呗。你给我走，你看这样就出来一个了，这样就，因为我要把我的耕地啊放到那个我们家门口那个院子里边啊，原来在城堡的下边有点麻烦。你好了没？95.9%了啊，然后我再招他一下，这忒麻烦了这个。这样啊，我赶快给他整走啊。你吐完你就给我消失，哎，他给我吃回去了，嘿，我给你卯上了，这个得攒一点啊，还不如我自己做个马桶拉屎了。雷龙好了啊，雷龙可以小雷是吧？这样，然后，哎呀，我这怎么卡住了？我这怎么办？哎，完了，你这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这样，然后呢，我把遥控器收了，然后这样，好了好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卡住了啊！那给他弄个定位器呗，跳他身上我也掉血啊，你这有点不讲理了吧？然后给他吃个这个啊，满留痕是吧？800级，帅帅帅，可以。然后那你跟我一块回去吧，回到家我给他做个雷龙的鞍啊，先回家吧，看看他打果子跟那个200多级的有什么区别啊。现在咱们特别缺那个果子，黑色的浆果是吧，果子。然后呢，咱们得那什么啊，这个做很多的麻醉药。然后你别跟着我了，别跟着我了，不用你跟着了。 OK OK，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这个训更多的恐龙了啊。现在黑果子根本就攻不上趟，是哪里边做啊？雷龙的是这儿吗？雷龙，这个是吧？雷龙鞍需要点金属，给，好，来一个吧，给他带着啊。小伙伴们，要不我自己拉屎啊？用雪橇太麻烦了，你就不能让它飞起来，然后喂它白果子吗？什么意思？喂成白果子？飞起来喂白果子不好使啊，那个秒熏药吃都没有反应。小伙伴说那个是雪橇是吧？那行，我带他那个打点果子，然后喂一下雪橇白果子，测试过不太好使，你们非得跟我犟。OK， 我看看啊，他现在初始血量是多少？40000多，还可以。然后咱们去那个什么去看看啊，咱们去打果子看看，这样，然后去那个树林这儿呗。他打果子，我看看什么移动速度啊，是吧？这个打果子数量啊，咱们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啊？打的多吗？走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感觉啊。我看果子打的多不多吧，600多果子。好像可以啊。OK， 我咋的了？被个小屁玩意儿1000多级的给干死了？你是疯了你呀、啊？哎我的妈！好吧，这个挂了啊，这挺意外的。我在树林里边采集点果子挂了，衣服要给我干坏了，我去的，是那个。最次的那个飞行的恐龙是吧？把我给干死了，恶心人劲儿了。我找他去啊，大胆放肆。OK， 我看看啊，走吧。挺恶心的你啊，雷龙呢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去，飞哪儿去了？
哎呦我哪，哎呦我的，飞哪儿去了这是？这边镰刀龙挺多，门口啊，你这啥玩意儿啊？这还有镰刀龙，好几个，我去，1160级镰刀龙，这个可以啊，咱们逮个他吧。对，抽他抽他。哎，我回来了，打死你们！3000多攻击力还可以啊，咱们看一下果子。1000多的镰刀龙，1000多级的不容易啊，那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全加近战伤害吧，他血量应该是够了，果子也没打多少啊，走啊。这边为什么特意弄个传送牌呢？这地方果子还挺多。OK OK OK， 1000多级的镰刀龙，我要给他拿下。那应该战力挺高的啊，还没死啊！我去，他还挺不服。果子打的也不是特别多啊，感觉。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果子怎么这么点儿啊？哎呀，我去，我种果子得了，要不？1000个黑果子，还凑合事儿吧。始终这个果子这个问题啊，不是特别满意啊，解决的。就算有雷龙了，也是一样的。37个是个。小伙伴说上线了没有吧？我想弄一个1000多级的镰刀龙收集果子看看，不，镰刀龙不能加那个什么采集精细还是采集力量吗？能不能有点用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OK， 那我就回家呗，先回家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做点那个麻醉步枪子弹，然后咱们抓那个1000多级的那个镰刀龙吧，也挺好是吧？这玩意儿是怎么？哎呦我去！哎呦哎呦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看看啊，800多级的雷龙还可以是吧？雷龙雷，我只能这么收了。恐龙太多了，那这个标记一下，然后这个就给标记打掉吧。那800多级的有什么用啊？没感觉出来啊，有点让人失望是吧？耐力，不，血量初始倒是挺多的啊。你听不见我说话吗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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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吧停吧。OK OK， 我去的，哇，他是真大呀。OK OK， 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每天下午5点、晚上8点啊，回在直播间等你啊，每天都在哼哼直播，每天都在哼哼直播。你要能听懂，你就来找我吧啊。